当后来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，就学会了保护自己。2018年那次，粉丝们去剧组给他过生日，当穿着沙滩裤的他和大家一起拍大合照时，刚刚蹲下摆好姿势，就有一粉丝对着他喊：“来着。”这才反应过来的看了自己的裤子一眼，立马乖乖夹好再拍。然后没多久，在机场这样坐着时又被人拍，他们还是蹲着拍，我们个天了，这孩子真的没一点安全意识啊！后来和他哥坐在一起时，被哥哥发现了他裤子太紧，也太显了，然后就立马调整。最后哥哥告诉他，镜头都在前面，很容易拍到，让他以后小心些。所以后来他都记得哥哥的话，每次坐下来都会下意识的看一眼，再拉衣服遮好，谁都别想看，因为现在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，得保护好才行。